如果不道歉的话，体育局可能要出面对当事人进行处罚。他把王胜打了，打得还不轻，会有什么处罚？维特可能要面临禁赛。 在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，维特，过来。维特，你为什么打架？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闹这样的蠢事？放开我，我们就道歉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道歉，立马禁赛。我不比了。哎，维特，滚！你防不上场。 对，我就是了你，你不就是想让我成为第二个李炳吗？不可能，维特，懦夫。